们今天要来开箱 GSC 素体，然后我们要跟 OBC 做比较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 GSC 它自己出的这个素体。以前我们都是用 OBS 的素体，然后 OBS 的素体好像是比较高，但是现在 GSC 有出它自己可动素体，然后它有 peach 色，它是 peach 色是比较偏红， almond milk 是比较就是颜色中等一点，那这一个的话它是 cream， 它是最白肌的那种三种颜色，然后它还有出女生。OBC 是没有女生的，但是 GSC 它出了女生的素体。因为今天善意是男生的，所以我们就先开这个，先拆中等色好了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可动度好了，可动度的感觉上，它可以这样弯，然后拳头可以转，然后它应该有附其他的手，然后可以这样子，然后脖子是可以转的，然后它的脚。可以做到劈腿，你的柔软度那么好吗？劈腿可以这样子，脚可以打开的，这是打开的状况。脚可以劈，膝盖可以弯，脚踝可以转，对，脚踝是完全可以转，然后可以上下，它可动度也是不错，而且它接缝比较漂亮，关节是比较紧的，比起 OB 十一来讲的话。这个我要 sorry 了，我要拖起来了。你看它这个颜色是，看这样的话应该是这个颜色更搭哈。好，我们拿出来了，这个是 OB 十一的素体，然后这个是 GSC 的素体，然后这种头的话，其实我们有试过装下去很容易松。所以就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改造套件，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，为了让他的头不晃，我们就会装这个改造套件之后，他脖子就变短了，但是他头也不会晃了，很紧也不会掉。那这是我们一般 GSC 公仔的头，这个部件是 GSC 它的素体里面附的，所以它这个跟这个都会很合。GSC 的素体配上 GSC 的头，你只要这样子而已，不用做任何改建就好了。完美哦，很完美，它不会掉。它有分两种脖子哦，一种脖子是有加长的，这是加长的，然后这个是普通的。接下来看手部配件，它会有附一个胜利标志，两个胜利，然后两个帕。帕？它自己本身是拳头，它附了剪刀石头布的手。然后它的配件，它本身脚底有磁铁，所以它是可以站的。你看，就是让它可以站。这个好精致哦。它有两种，你可以选择。如果你是换成素体的时候，你就是用这一个；如果你是用这个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夹子夹在身上。看一下，现在裸体很恶心，给它穿衣服。脚底有多附了一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 ，OBC 的素体跟 GSC 的素体，他们都是有办法自己站立的。的人，的人，的人。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很在意。什么东西 ？OBC 的素体没有那个螺丝，有个螺丝在屁股上。我看，屁股有螺丝。相对来讲，它就。没有穿衣服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它没有螺丝嘛，那这个螺丝就会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逼真。如果它能够再改良一下这边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屁屁的地方，屁屁这边还有背后这边那个螺丝。好，我们来看劈腿的开度，非常明显的是 GSC 的比较柔软，这个就是极限就在这边，它还有一个角度，但是它的话是可以到全屏的。全屏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动作，其实是差不多的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差不多。然后以盘腿动作来讲的话 ，GSC 是这样子的，然后 OBC 是这样子的，感觉上是 OBC 胜。比较玩乐，我比较喜欢 GSC 的，因为它头很方便，而且不用改装，而且那个改装还会一直晃。改装不会晃，但脖子会变短。哦，对，对。
就另外要买改装套件啊。然后这个是睁一只的粘土人，我们也把它换成 GSC 的素体了。然后还有善意的开箱会在另外一支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。下播了，再见，拜拜！记得要去看善意哦，要去他喽。